你看这有海肠，哎，这地方怎么有海肠呢？我丢，死掉了！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冒小肠。礼尚往来，今天是找子航的日子，所以今天不干海了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哎，我为什么要紧张呢？哎，我看到我的摇号车了，撒！因为日照离上海还是蛮远的，所以还是觉得坐高铁方便一些，还能看到窗外的风景，一举两得，到站啦！子航说他在九号停车场，那他人呢？去哪了？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很贴心的帮我放行李箱，子航，本航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吓死你了！明天去子航家做美食，敬请期待。